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家做美甲需要哪些工具。这一套给大家配了10瓶颜色、1瓶底胶、1瓶封层、一个48瓦的光疗灯、灰尘刷、砂条、搓条、抛光条、死皮叉、死皮推、指甲剪、一套笔、甲片剪一个、死皮剪一把、一盒高品质折无痕甲片550片、贝壳金属珍珠一盒、色卡一个、卸甲包30片、玻璃纸一盒、死皮软化剂营养油一个、洗甲棉100片、金箔银箔、异形小钻一盒、甲片胶水一支、脚趾分趾器一个、银线圈一个、点珠笔一支。赶快安排起来自己在家做美甲吧。